啊，如果可以准备好啊，明年我们来樱花树下开花的时候来喝茶。好，我们要来做一个那个什么约好。喂，喂，鸡皮疙瘩。没有，我们就来这里，我们的专属位置，就是这棵树啦。就在明年。那个春天呐、啊，有樱花果哎，不管它有没有开，不要再吃它了，它不好吃。好多颗，不是我要种子啊。那个有点高了，来，我们先下来。好，来，然后这边一整片都是妈妈他们家人种的田，然后等于他们就直接立刻就是，我们可以种什么，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卖，因为在这里真的。老实种田很辛苦，然后左边有没有看到这边一个小山坡？有没有？那个小山坡是另外。